粉小钢牌小钢炮又发射了。哎呦喂，小编我听说啊，在新一期节目录制现场，粉导把枪对准了台下，炮轰观众都是变态。这，小编我要亲自去求证一下，传谣可不太好啊。这部《左二哥笑傲江湖》发布会在上海举行，听说粉导宋丹丹、郭德纲三位导师都会到场，于是小编我扛上机器就去了。没想到才一开口询问，粉导就大声喊冤，连一旁宋丹丹都出来力挺，还声称粉导要好好保护起来才行。难道这其中真的的确有隐情？没有，我这真是，哎，今天你们得在这儿给我澄清一下，我确实没说这话，这是给我刨坑。这是宋丹丹老师说的。这个小刚确实，他是一个我那会儿就确实他说话呀，有的时候我真是替他捏把汗哈、啊。他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，另外他确实是一个对生活、对事物有态度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，所以他这个说话特别直接。如果所有的艺术家都小心谨慎的防备着哈，可能也就那冯小刚也就不是冯小刚了，真的，这个大家都保护好这样的人。看看，不止宋丹丹，郭德纲也看不下去，要为粉导说话了。看来粉导这次的确是够冤的。不过我说郭老师呢，你光顾着给别人伸冤了，自己的事好歹也要顾一顾，不是？小编我可听说网友都吐槽您把国际大牌穿成了国产品牌呢。嘿，这还真赖不了人郭老师，衣服都是品牌送的，人自己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。你看错了，这是我们自个儿做的，这是、哎、这孩子一点没看错，真是计算机，真的呀，比我都强，我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啊。哎，又给您添麻烦了啊！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您的这个时尚理念吧。我一点儿不时尚，姑娘。我其实刚才你们聊天还提这问题了，我就愿意穿个布鞋，穿个什么大裤衩、大背心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啊，因为北京它好多就大的品牌店，他们也不是怎么着，就是疯了心一样的，愿意给我留各种衣服。到时候就通知德云社那服装设计师，你来拿来吧，他们就拿回来，倒班穿呗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。粉小钢牌小钢炮又发射了。哎呦喂，小编我听说啊，在新一期节目录制现场，粉导把枪对准了台下，炮轰观众都是变态。这，小编我要亲自去求证一下，传谣可不太好啊。这部《左二哥笑傲江湖》发布会在上海举行，听说粉导宋丹丹、郭德纲三位导师都会到场，于是小编我扛上机器就去了。没想到才一开口询问，粉导就大声喊冤，连一旁宋丹丹都出来力挺，还声称粉导要好好保护起来才行。难道这其中真的的确有隐情？没有，我这真是，哎，今天你们得在这儿给我澄清一下，我确实没说这话，这是给我刨坑。这是宋丹丹老师说的。这个小刚确实，他是一个我那会儿就确实他说话呀，有的时候我真是替他捏把汗哈、啊。他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，另外他确实是一个对生活、对事物有态度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，所以他这个说话特别直接。如果所有的艺术家都小心谨慎的防备着哈，可能也就那冯小刚也就不是冯小刚了，真的，这个大家都保护好这样的人。看看，不止宋丹丹，郭德纲也看不下去，要为粉导说话了。看来粉导这次的确是够冤的。不过我说郭老师呢，你光顾着给别人伸冤了，自己的事好歹也要顾一顾，不是？小编我可听说网友都吐槽您把国际大牌穿成了国产品牌呢。嘿，这还真赖不了人郭老师，衣服都是品牌送的，人自己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。你看错了，这是我们自个儿做的，这是、哎、这孩子一点没看错，真是计算机，真的呀，比我都强，我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啊。哎，又给您添麻烦了啊！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您的这个时尚理念吧。我一点儿不时尚，姑娘。
我其实刚才你聊天还提这问题了，我就愿意穿个布鞋，穿个什么大裤衩大背心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啊，因为北京它好多就大的品牌店，他们也不是怎么着，就是疯了心一样的愿意给我留各种衣服。到时候就通知德云社那服装设计师，你来拿来吧，他们就拿回来倒班穿呗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。